在家里，气质是二岁孩子的父母，你的孩子在家里总是有很多话说，但是面对大众却害怕的不敢上台，总是喜欢躲在你的身后。我们的 Speaker Warrior Program 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在台上自信演讲。大家好，我是 Cherry。 过去十年，我和我的团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位气质12岁的小朋友，通过演讲课程，从不敢上台到可以在台上自信演讲。参加我们的 Speaker Warrior 课程，我们会从基础班开始教了演讲的技巧，如身体语言、声音、声调、眼神交流和演讲转向等等。只需7个星期，您的孩子就可以在台上自信演讲。如果您希望您的孩子能够在台上自信演讲，拥有良好的沟通技巧，赶快私信我们吧。Your voice, your voice, your power.